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再做一道三角函数。三角函数，三角是 triangle， 函数是 function。 triangle function， it's trigonometry， it's another way of saying， 也就是中文是这个意思，好吗？第一题，四倍的 sin 方 x减去八倍的 cosine x 加一等于零。哦，我们先要查查四倍的 sin 方 x 是不是等于一减四乘以一减 cosine 方 x， 对不对 ？sin 方 x 是不是等于一减 cosine 方 x？ 哎，四倍还是四倍？减去八倍 cosine x 加一等于零。那么四减四 cosine 方 x 减八 cosine x 加一等于零，所以负四 cosine 方 x 减八 cosine x 加五等于零，然后全都乘以负一，四倍的 cosine 方 x 加八倍的 cosine x 减五等于零，一四。一五，这是九，不行，差差差差。二二，一五，哎，这个行。所以这个是正的，所以这是负的，对不对？正十，负二，等于正八，哎，这样就行了。所以二倍 cosine x 减一和乘以五倍 cosine x， no no， 重新写，把这个重新写。我听那边说话，二倍 cosine x 减一乘以二倍 cosine x 加五等于零。第一个解，二倍 cosine x 减一等于零 ，cosine 二 cosine x 等于一 ，cosine x 等于二分之一。如果 cosine x 等于二分之一，我知道它是多少度，它是六十度，对不对？所以用咱们这小尺子，看看我准不准。十五，重来。十五、三十、四十五、六十，去去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很厉害。六十度，所以它是正的六十度。那么，cosine 是 x value。所以它可以是这个六十度，这里啪啪啪翻过来，这边也是六十度，所以它可以是第一个角六十度，就是六十度，也可以是这一个角三百度，三百六十度减六十度，所以是三百度，这个是三百度，对不对？x 等于六十度，x 等于三百六十度，你就搁这三百度，三百度，所以你可以写成什么呀 ？x 等于 n 乘以三百六十度加减六十度就行了，所以 n 等于
x 等于二 n 派加减三分之派，这是第一个结果。那么再看这个因式，第二个因式，二 cos x 加五等于零 ，i cos x 等于负的，五除以二，二分之五，这个大于 absolute value 大于一，对不对？这个小于负一，所以这个超过这个 frequency 的 range， 这个值是在一，负一，这个使得负的二点五，它永远也闹不到，绕不到那儿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无解。没事跟我这儿捣什么乱，对不对？无解，你无解，出去吧。Goodbye bye， 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Goodbye bye， 再见。